区了。您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多少年了？十多年了。我在部队里呀，待了20年，是搞宣传的。年轻的时候想搞这个没时间啊，主要是以工作为主。到退休了啊，哎，这个就在补一课的就是。你年轻时候学一课，你现在回过头来赶快补。啊，最大的收益就是满足了自己的心愿。心愿。对，锻炼了身体。有人向您求画吗？哎，有。我过去的时候在老树，现在都有手机。哎，画完了以后照下来挺好。哎，有的老人，哎呦，我没带手机，没有，好，给你吧，就这样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